只是说他现在还只是就是从刚开始只是聊天，到开始绘图、视频、语音、声音，whatever 都有了。对。再往后面，他又把全世界那么多数据、公域上面能看到的数据全弄到手上了。他现在夸个印以后呢，把私域的各种流量在不同的接入了。假如这次倡议没有停下来，借更多的数据接入了，是大量的数据喂养下，他狂就饕餮，他不停的吃啊，我操！然后他就巨大的变成一个巨无霸，啊，控制不住了，假如说失控了。他从实验室里甚至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出来他就说了，上云了。哎，这个钢它需要一个，它越吃的越大，它需要更强的算力的钢。气，这个钢在哪？就限制住它。哎呀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我的理解，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哈。我觉得越，我猜啊，就是科幻片吧，就当时，假如它是个钢中大脑，最终它会。瞬间变成啥都没有，就是一个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他宇，就像宇宙大爆炸一样。他说了，他当他真正的具备那种就是那种级别的时候，他的体积会更小，他的代码行数会更小，他根本不需要那么一个环境。这还是人类想出来了，我需要这么一个算法的环境，这么大的算力，他到那一刻就是可能就是一行代码。运行在你手每个人的手机里，对对，每个手机里一亿个电脑全在运行，八十亿人，我操，啊，它的规模甚至毁灭的是直接毁灭的人类的金融体系、货币，你法币他妈的都给你弄死，金融市场一个一个崩溃，那美元一崩，不就全球崩了吗？又回到黄金时代了，或者甚至连黄金时代都不算，回到比特时代了，甚至回到了。就是人类最基本的诉求时代，能源时代，能源时代，农业本身太阳能变成了农业嘛，变成了农，就是农是农，就是对，包括是牛肉也是太阳能转化变成了牛肉嘛，吃了草的羊是吧，吃了豆子的这个猪是吧，最后变成了我们身上的肉是吧，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浪费，每一点东西都吃到我们身上了，然后我们就是造粪工具，最后我们也是死，对吧？没人吃我们的肉而已，只不过是吧？我们就火化了，我们就是折腾了一圈地球的资源、能量，最后归零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ChatGPT 就是 ChatGPT 后面这个 AI， 说不定也是起来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东西喂养，到最后它化于无形，化于无处不在。然后呢，又高于人类之上的神，左右人类最重要的这个东西，精神和意志。是，我就说这东西是不是到最后，哎，就不需要那个钢了？也许它就寄生在我们身体里了。哎、也就是说、随着咱们使用它，我们接受它的观点，接受它的输出，输出的画面，输出的文字，输出的视频，哎，它的意识形态就寄生在我们的脑里了。也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，嗯，就不是人了，是人机结合体了。就像我们现在离不开手机，手机是我们的外挂器官，我们的手表是我们外挂器官。对，然后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看手机，是，我们也在不停的植入信息，对吧？那资本呢？现在只要控制数据，挖大数据的矿就行了，挖我们这些人的人矿就够发财了。我们呢，在这个资本的世界里面，消费主义的盛行的世界，我们只要花钱鸡巴就行了，对，我们只要挣钱花钱，挣钱花钱，这个资本就能控制我们了。我们就是前面的提线木偶。我们以为自己还在这儿很嗨，是吧？空嗨，知道吧？那 AI 后面如果是直接把财富重新，因为资本控制着财富，全世界都按资本的游戏在玩，是，突然之间资本还控制政治了，政治又分成了国家，国家还在打仗，我操，那边俄乌的人在当炮灰呢，我操，我们在这儿看热闹，跟我们没啥关系。那有一天这后面控制这件事情的策划者是 AI 怎么办？让人互相杀来杀去的，扔核弹，核弹烧来烧去的，或者引发核某一次核危机的危机，直接变成了核战了。这就是，居然是一个 AI 怎么办？这就是天网的故事，对 ，SkyNet 的故事，对，所以，我刚中大脑，我是看过一个片儿嘛，就是
一哥们儿坐火车，嗯，其实他后来发现自己是个钢铁大脑，我操，对，啊，那个片儿叫啥我忘了哈，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科幻片，中国也在不停的拍这个科幻片，科幻题材也是大家最喜欢的话题，但是我当这个东西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嗯，这个基点来临了，已经这受不了一点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下，就像你说的下一代，我家豆豆，你家周周，最后我们的孩子。他居然，他不自知的变成了一个，一个奴隶，这个奴隶呢，就是完全变成 AI 的奴隶，在给甚至给 AI 在供血，或者我们所谓的人肉电池在供会贡献我们的智慧，他在你大脑里的，对，而且在让你干啥你干啥，或者让你觉醒干啥，你就是个提线木偶，你活着只是他的程序。没错，要求他服务的，对，你帮他去这个，哎，对，这不吓人吗？是的呀，所以这件事情阻止不了，不就这个结果吗？而且这件事正在发生。你看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那个推特里边讲的，有个哥们说，哎，他测试那个ChatGPT plugin， 然后他写了一段代码，那个接口呢其实有 bug 的，啊，第一遍的时候还不能正常运行，他说他妈的那个 ChatGPT 居然自己把这个代码给修复了，然后这个事情运行了。我操，是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。ChatGPT 这个大模型，它可以自己去调用自己的，可以递归了。对，对，它可以自己去编写代码来去完善自己了。嗯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也看到前一段时间 Meta 不是做了一个 Transformer， 就基于它的那个 LLMA， 对吧？然后呢，它可以去通过 AI 来去标注数据，训练自己。哦，标注的活儿。对 ，AI 自己干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次又出现了这个 ChatGPT， 它的这个可以自己去修复代码，是，对吧？然后自我完善，对，所以你刚才说的东西啊，一丁点儿我觉得都不是科幻，是正在发生的事儿。如果现在不去按一下暂停键，它这个迭代速度会超出你预期，是，对吧？我操，因为你看从 GPT 二、GPT 三用了多久？GPT 三到3.5用了多久？3.5到4用了多久？是的，对。它不会是按摩尔定律那么，对，它会是，它会火箭一样，火箭一样上去，对，